这次的站叫两个席，所以两个就是竹的意思，然后两个席，席就是羽的意思，也是竹子跟羽毛这个东西跟我生命的连结到底有些什么东西。那透过这个展览让来的观众能够体会这边衍生出来的语汇，就像文字一样，你在增加什么部首，它的语义又不一样。在竹子里面，它不是竹子而已，而且它也不是羽毛而已，我觉得它是以我生命个体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元素，透过这样的媒材发挥出另外一种面向。早期我曾经飞行，然后成为使用羽毛这件事情，然后用竹子，因为本身家里住竹山，然后父母亲就是从事竹工艺厂的事业，所以竹子对我来讲是一个很熟悉的媒材。这应该说竹子比较像我在归根的那种形态在创作，然后羽毛就比较像我在逐梦追梦的那个想法。这件作品叫做竹工繁木，就是建筑的竹。那竹工繁木这个竹的字是从竹音，基本上它就整个文字学里面来讲，它在竹子的比重里面就很重，而且竹工繁木的意思隐含着很多的密集的劳工在里面工作的意思。那也就是我用了10万片的竹篾，相当于240公里的一个长度来编的这个竹工繁木的作品。然后我只要呈现就是说这个字意底下的精神内涵隐含了什么东西，来包覆整个当代美术馆。我想每个人在使用竹篾这个媒材的时候，他有自己的特别的那个手法，那我如果带入他用工艺的那个思维的话，基本上呈现不出所谓艺术上的另外一种创作的一个风格。那你们看到它有凸出来或凹进去的感觉，就像比较诗性的样子在环境里面流动着。这件作品叫云深朵，基本上把朵这个字拆开的是一个深跟那个云朵的朵。那我们讲朵这个字，云如果是一个一朵一朵的话，它基本上是一个弯曲的样子，可是人在朵的时候就像曲这样曲起来的。那这件作品叫云朵的原因是我躲在云里面的那个思维。那它总共用了20万根的羽毛，一根一根连起来的，然后差不多4万根的那个竹枝这样子连上来的，也就是说这个脚底下上去里面有20万根的某种意志被藏在里面，这样的一个思维而已。这只脚它基本上是用羽毛贴上来的一张脚，它某个部分是就好比人脚踩着地板脚踏实地的那个感觉，然后撑着那个梦想或者是某一种意志力在上面这样子。江山系列那总共有10个人物跟山水的画，那基本上近看的时候它是一个水墨的山水画，那远看的话它是一个钞票上的人物。那所谓的江山，对我们画水墨的人来讲就是山水的意境，然后对中国人来讲江山就是权势的意思。那如果说要讲生命的重或者轻，或者是权力的重跟轻的话，就好比说重于泰山轻于鸿毛这样的意思的概念画出来的。那基本上有水墨画在羽毛上面，然后近看的时候有山水这样子。这里面的10个名人都是整个世界经济制裁权的人物。那我讲羽毛这个媒材，它是属于三维的。所谓三维，就是它在母体的时候，它就是属于自由的，在飞行的那一块。所以你会看到我把羽毛横贴在上面的时候，会觉得它比较有所谓的立体的那种感觉，还有视觉上的错觉。我经常透过自己的作品看到另外一种反照，也就是说照镜子的那种感觉。基本上做完这7、8件作品的时候，我基本也是要想知道说我还能看到自己本身内心我自己所不知道的那一块面，在这样的场域里面再发生出来。